你们好没？我们两个好了啊，你啊，们等你没？们而已。啊啊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只跟我讲说好了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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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干话哦，哎，干，你们同一组是怎样？干嘛？我们两个新手哎。哎，拜托，我实力没那么强，好不好？再掰啊！我只能靠世界奇观赢的人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你们两个？那还是赢啊！拜托，我前面不农兵，后面完全打不下去的类型哎。怎么叫前面不拢兵？因为我前期都要多，我前期没在造兵的啊。你知不知道我是开心农场类的？所以就没有，还没有其他人要进来了吗？没有没有，除非你要邀请。邀我这边也没得邀啊。啊，其实你只要把你的档案给他就行了。他就不行没，就试过没。为什么啊？他就没有 DLC 啊。干嘛要 DLC？ 他这个档案里面本来就包含有啦。我给他的时候，他就又突然变到没有了没。哦，你是。哦，是你那就是你档案传输的问题了，不关我的事了。啊！你们要不要开始了？好啦好啦，你要按准备。糟了，是世界奇观，你敢就来。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队伍按掉才对啊？没有，没差，反正我没有开锁定队伍，所以你们两个事后要自己同盟，或者是我跟你们同盟都没关系。我也不会用它里面的同盟系统啊，那我不知道那怎么弄。又有段时间没有玩了，又开始忘了怎么用了。空窗期是不是？都是这样子的，我每你知次道都这张地图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中美洲地图。是哦。你们看，你们一开始就欺负我。欺负你什么？你每次都把食物跟资源调得这么少。我是说那个游戏，我是说游戏都欺负我，一开始就给我碰壁。妈的，拜托就不能把资源调多一点吗？真的很讨厌玩这种资源超少的。你知道我用的是标准吗？我就是讨厌用标准的。太高就殊死战了没，就不好玩了。啊，顶多前面也就只有给个一些资源而已啊。那前面发展比较快，我就很讨厌玩这种发展超慢、很难发展。原本就已经要玩慢慢发展不好吗？慢慢发展难道错了吗？难道错了吗？你什么时候给过别人来慢慢发展了？开玩笑啊！有，我怎么没有给你慢慢发展？睁着眼睛说着瞎话。真好奇嘛！有空的你，看我感受的你。你再继续说干话没关系。啊？你再继续说干话没关系。我那时候干话，我讲事实，也顺便在唱歌。好好笑哦！笑来笑一个哭啊，用过。在那边不要杀别人家的平民，然后他骂我平民出去就不见了。啊？我儿子有干过这种干事啊？太好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超喜欢这样嘲讽的。我何时有对你干这种干事啊？来啦，我实况都有录啦，放出来看看如何。阿哥呀，阿哥是呀，阿呀卡西诺，可以，可以，可索诺多可，有感米，有感那可可可啊。真是唱错了，唱错了区域了。糟糕，丢脸！啊，就是巴西九四狂。刚刚我又忘记要怎么，又忘记一堆事情，然后现在又他妈的，真是的。哪些事情？说来听听。我能为你解释。哇，原来这里有操！天杀的嘞！
话说他那个什么同盟系统到底要怎么用啊？完全看不懂。啊！打开你的那个外交策略，喇叭旁边的那个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要开那一个啊，可是我开那个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啊。你在哪个时代？我看不见你点太快，点到这个。点到什么？你没有？你刚才没看到我发的那个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没看清楚。哦，我刚才不小心，我刚才 按太快，结果不小心按到你在哪一个时代。这地图海战吗？啊，你们要跟我发展海战是不是？这个国家不适合海战。啊，我这个国家也不适合啊。那我们一同约定不海战。看情况咯。塞尔特人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我这是几人地图？塞尔特人强项是骑兵跟炮兵。塞尔特哦，我记得他城堡兵好像是那个什么贵族铁骑哦。我没玩过这个职业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塞尔特的那个城堡兵不是松人武士吗？怎么会是那个？哎、欸，不是吗？塞尔特的呢？还是我记错了？大大应该是你记错了啊！太久没玩了啊 ！What the fucking attack？ 干嘛？骑兵？你在哭腰？哦，原来我在想在哭腰个些什么？骑兵的不是那个西班牙跟那个吗？匈奴？你说骑兵比较强哦，还是怎样？匈奴强项是城堡骑兵。嗯，正确来讲，他不是强项，是城堡骑兵啊。我觉得匈奴他好就好在他是可以抢资源的，他战争就会赚钱啊。不是啊，匈奴的特点是在于他不需要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马扎德，你这样他来我家，你干不掉。他等一下就跑回去了啦，不要在意。啊，可是我跟你讲，那就是侦察骑兵嘛，又不是说一堆的步兵什么的，一堆的步兵哦，你想体验看看吗？我也没在造步兵的好吗？老子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怎么发展好吗？东西太少了吧？哇，这太少了、啊，连田都种不了啊！马扎尔的城堡骑兵太强，正确来讲不强啊，他是强，他是效率高。啊靠北啊、这张地图是沙小啦。如果拿他跟匈奴拼的话，匈奴会输。兵的骑兵啊。要看情况啊，如果前期马扎尔就被打压的话也很不好打，说真的。然后我大概能够理解你刚刚在惨叫地图在抱怨地图的原因了。嗯。真的选错种族了，突然好想要用那个蝴蝶点哦。你知道我这张地图是什么吗？中美，我知道你有刚刚讲啊，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地图大概是长怎样、啊哦。这地图好奇葩哦！不是这个地图，这个地图原本是从直的变成横的。你必须要，你们知不知道中，就是等于说你们把中美从直的摆向变成横的方向，就是想象就行了。所以我才会在那里靠。没有在记世界地图，我的国中历史一向不太好，把地理相反的世界地图就对了。不是啊，方向奇葩的世界地图，就是方向奇葩。中美呢？中美哦。来玩玩看波波人，什么叫波波人啊？我那是什么鬼？波波这样吗？食物好少啊！新的种族你不知道吗？白色，你食物少，你是不会用那个、哦、波。波波人、啊，农田发展，当然用农田啊！我们当然就是因为这资源少到我们连农田都快要盖不了了，好吗？哎、啊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木头呢？当然是在伐木啊！废话，我在干嘛？木头那么多，木头这么重要的资源，你跟我讲说没有？你他妈以为我们是谁啊？我们他妈……啊，算了，我他妈以为你们很强啊！我们他妈不强啊 ！fuck！ 我们也没说我们强。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很强啊？强到让我不要不要的呢？
我很合理的怀疑，西装叔叔是在大陆待习惯了。没有啊，跟大陆用词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可能有一些实况看太多了。西装，你在几点钟放假？而且很抱歉，我不傻好吗？很抱歉的是，俺是很讨厌大陆人的。要、你知道西装在东西看在拍片，我也是搞不太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的。放心啊，其实我也不怎么喜欢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不喜欢的点是在哪里？不喜欢的点哦，你二十四小时被别人的飞弹瞄着，你会开心吗？不是那问题啊，是我只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而已，我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。不要跟我说被飞弹对着你很嗨哦。我又不是那个导 M， 说不说政治因素啊，就各方面的压力就好了。我只能说我不是导 M。你一个国家要做什么都被人家施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然后呢？快点放嘛，就像学生每次都在我的家前面打压我一样。哪有？我都被你们压，好不好？以学生跟老公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来实况放出来，一起来看看。以学生跟老公来讲的话，就是老公呢在台湾做的半死半活呢，什么福利都没有，而大陆的来这边投资就很多。然后呢，读书呢，学生呢，台湾都没有什么奖学金，然后大陆一直读书，什么奖学金什么都有，而且都免费，还有健保。好棒棒呢！啊，不就好棒棒就要拍拍手，给你放烟火。跟你讲，我讲的这个不是无凭无据，我这个都有证据的。啊，有在看新闻都知道。你觉得在我们的国家，我们自己的国民都没有福利，而且外来施压我们的反而有福利，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这个国家真的 OK 吗？我觉得先不去谈国民福利的问题啦，我觉得光是台湾人自己本身就有很多问题在了。老实说是要抱怨，其实自己本身问题也真的蛮多的，就是台湾人不团结啊，然后像人家解放军啊，不团结这一点，光从游戏上面就可以看得见了。对啊，台湾人只要懂得互相嘲讽、互相竞争而已，他们不懂得团结。台湾人喊了半天 ，B 点没人去，然后我去了之后，就放了一艘驱逐舰在那里。这个有同感。然后一打五干。这样真的不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没有吃过所谓的一打六，你会打到靠。相信我，带你上天堂，因为我真的被这样玩过。老兄，是你玩战舰九还是我玩战舰九？老子一打五过了，我还过了好吗？请问一下，你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吗？把五兆通干掉啊！你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吗？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游戏吗？哎呀，干，刚刚那什么东西？开玩笑，我之前 ABA 都那个都被玩假的老兄，那不能说相提并论好吗？船跟人是不一样的东西啊。哎，因为我没木材，我又要去叫我的村民去砍柴。哦 ，fuck！ 哦，恭喜来了。哦，原来他跟蒙古是一样。一个波波人。波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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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。久了，脑袋有点不灵光，真是的。请问你是在说你自己还是在说我？我有点有一段时间之后，来，我好心告诉你，这有一只美洲豹，等等我就会派出我的战神去打他。你真的很闲欸。啊，没办法，我有一个
强迫症叫做看到那个野生动物要开战场去轰打他。我不知不觉盖东西盖到敌人的周围，真的很超闲，超他妈的闲。哎呦，地图都还没探到你们家嘞！你知道这个对我的打击很大吗？很好啊，不要过来！他妈超不想看到你的！不要这样讲嘛，我们要和平共处。我只想好好的开心农场，好吗？除了开心农场，我也不想做其他事情。不知道是谁哦，我盖一个世界奇观就要派出千兵来轰打我。那个情况例外好吗？你盖世界奇观不打你不玩干嘛？等死吗？我才不要了！我跟你讲，拜托台下次想台词，我先打好草稿好吗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嘿丢，我先告诉你，如果我是七中的话，你盖世界奇观，我第一个动作就是，我不是派一堆人攻打你，我是派一堆炮兵直接轰你世界奇观。看过的，我懂的。有种我盖世界奇观的时候你就不要来。哎，看到柚子，我觉得你那个真的很夸张，电脑你直接拍出好几个那个大炮手，真的很夸张。其中你可以想象，一个国家盖世界奇观之后，你马上派六十几名炮兵直接轰他吗？我不是用六十几名炮兵，我是用近几十艘的战舰来轰。啊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原来你在这里发展哦、喔！你们这有木材木头没？你为什么又在那里跟我讲？该说没什么木头，就跟你说我伐木的速度慢的要死，你当我们是谁啊？干！你不会叫多一点村民啊？连石头都没有，怎么叫村民啊？你不知道这人手效应吗？没木材你就没有办法生产，你是不是没石头就没有村民，没有村民就不会有木材 ？Fuck you！你是不会去找鸡哦？哦，鸡哦，你是说那些死在地上那些骨头吗？谢谢。靠，你们用这么快哦？好啊，好心提醒你啊，你村民不要来这个区域啊，因为这个区域有一只豹啊。没在管豹这件事情的啦，马扎人不怕豹啦。啊，是哦。我比较喜欢直接把豹直接派兵直接轰爆。马扎人一击就可以杀掉狼了。马扎尔人真的很凶，哪里凶？至少对付野生动物方面，你不需要太担心。你可以去问七七看看他哪里凶。天哦，为什么又要提起他的事呢？对啊，猫爷。我都快忘记他，结果你跟我提一个他。哪会让你伤心，还是会让你兴奋？都不是，会让我感到恐惧。对吗？是的。恥ずかしいね。对吧？应该是这样念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就日语的好恐怖啊这一类的，应该是没有发音错误吧？大概啊，算了，我日语其实也不是很好。谁有看到我的骑兵死去哪里了？我忘记我把它点击了。不知道，整个地图上没有看到绿绿的东西。正确来讲，绿绿东西很多，但是没有你的那个绿绿的。没有我的那个绿绿的，你到底是在讲什么干话？既然知道是干话，你为什么要回答呢？哦，爆来了 ，fuck you！ 我的战船还没，我的区野生动物战船还没好啊。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那种东西在驱野生动物。